来人，什么情况？抓起来。是。哎，转了半天了，连个花园都没转出去。出门了。在这边。什么地儿啊，没人还灯火通明的呀。退下吧。是。出来，堂堂，你都回来了，怎么还走着不见我？咦，还这么幼稚啊？总说什么见面不见心，见心不见面，什么时候才能长大？行，最近皇叔是越发跋扈了。当年父王早早就把他带在身边历练，说他聪明早慧，今后一定是我可以倚重的人。可如今我却处处受限于他，也就是和你还能推心置腹了。哥，惊不惊喜，意不意外？你在这儿，那里面，里面来人。啊，什么情况？抓起来。是。啊，嘉诚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松手。你是来找本王的？哦，这个本王的长兄，当今的皇上，怎么样？我们两个长得像不像？皇上，拖下去斩了。哎，等，哥，这姑娘长得多可爱啊！我认识她。嘉诚，你是不是刚过来的时候脑子给撞坏了？你多久过来的？嘉诚，什么情况？松手！你不是来找我的吗？哎，我呀。哎呀，嘉诚，你真的记不得我了？我是在医院给你缝针的那个，病里受伤了。啊，哥，你受伤了？你记得吗？你怎么受伤的？我没有动。不是，你记不记得呀？你身体有严重啊？你记得吗？你记得我后面有动啊？哥，你就死了吗？嘉诚，嘉诚，看来只能用绝招了。到了清朝，谁夸起了朱朝，谁甘心被捆绑，谁学会了阴曹，谁学会了阳方，谁这些在广场看忧愁，再忧愁，再过往，却触不到触不到肩膀，这最值得未知的下场，就痛痛快痛痛快，啦啦啦啦啦啦，为我我为我。好，哥。嘉诚，你想起来了是不是？哎，早说嘛，给我累死了。你当时唱这首歌的时候还说永远爱我们。啊？带走。走。拜拜。哎，嘉诚。哥，不好听吗？嘉诚，嘉诚，你真的打算把小姐姐给杀了？
你不要的话可以给我呀。胡闹。